良心当狗肺这句话你听过了吧？所以良心就如狗肺，金钱才是最实际的。要打赢一场官司，不是靠约地方律师出来喝茶聊天这么简单的。打一场官司要靠真正的实力和本事。小辉，不要再闹！你知不知道夜生意给我们多少生意？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啊？现在你有翅膀，你想要飞了是不是？你要跟叶文聪作对。